好，确实没有想到，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小西赢了第一分，现在由老秦先进攻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来老秦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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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！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呀！哇哈哈哈哈哈哈你把他摁下来了是吗？我真的老秦，你被陈毅泼没？他太逗了，他快要泼你。我跟你说顺息，你的队友不但没有帮你挡，他甚至还想往他那儿泼一杯，被小丁给摁下来了。我看不到，好像感觉我只专注。没事，跟新走没关系。而且在无人知道的角落，诚毅觉得这杯子有点软，不好呢，他还搞了个双层，还整了个杯套，觉得比较趁手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继续了啊！现在场上比分1-1，到现在张顺熙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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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不。赢了，包包，赢了，包包，完全挡住，太低好气哦，好气哦！为什么一直在往兔子上泼呀？因为他那个水挡住了。现在2-1，一定得泼他一次啊！好，我们今天怎么样都得泼他一次。你这个看着我就泼，来三杯了，必须泼他一次，三杯的。不行不行，得输了再泼。现在不能破，诚意再上来这个，我知道，我开始就破，他已经垒仨杯子了，垒成莲花楼。不是这个有厚重感一点，厚重感。来，老秦进攻，老秦进攻，场上比分1-2。我来啊，来老秦。小西他现在脑海里面没有保护你这些，他就是要报仇。我明白，但我没关系，只要泼到他就行，我无所谓。对，他杀红眼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一定得泼他一次啊！泼！他杀红眼了。泼！哇！哇！哇！耶！哇！哇！我们赢了！耶！陈毅可真开心啊！天啊！感觉赢得了全世界，对不对？不能怪我，他把这摁住了。对，他这样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他把这摁住了。对，他这样。我是他这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来，没事。好来，朋友们，郑穗熙现在领先了，3-1了啊。3-1。好，老秦，老秦继续进攻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，哇！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，哇！看这边，哇！太扎实了，你看诚意的杯子都举到这儿了。这个帅啊，这爽翻了，我的天！来，楼里面沸腾了。好，现在大家的气势都已经起来了，现在比分3-2，对，三比二，郑顺熙进攻。朋友们，诚意已经拿了4个杯子了。三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，哇！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现在平局，来继续。现在比分3-3，看谁能先拿到赛点。依然是郑顺熙先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，看这边。三，看这边。快看吧！快看吧！
光棍吗？他那个愁的样子。这点没有吗？还有，我刚没看错吧？诚意在练习从上面那个。光棍吗？绕过那个盾。光棍吗？你是怎么泼到自己脸上的？哎，朋友们，其实全世界最湿的地方是丁程鑫的这个胳膊。每次挡住了之后，就全部泼到了他胳膊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堆那么高哈，莲花楼一样堆的。对，莲花，他自己堆了个莲花楼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4-3。4-3。目前莲花楼拿到赛点是。这还是这样，还是底下。对，莲花楼。3-4，你得来一两把。你现在落后啊，老秦。对。抓住赛点啊！3-2-1，看这边。3，看这边。3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好像，但是没有泼上，没事没事，没泼上。我们赢了吗？赢了。曾舜晞获胜，但是呢，弟弟预判了诚意的预判，所以呢，他的盾牌举得比较高，所以这个抛物线呢被这个挡住了，漂亮。好，哇。好的，恭喜我们的六个门获得了胜利，可以获得一瓶解药。快点，我门主要解救我了。好，我要请问一下门主，你们获得了一瓶解药，是不是要救李雪琴？是可以选择不救的，不能不能。我就是客气一下，你必须救。肯定是要救。大坏蛋，大坏蛋找着了。大坏蛋，救肯定是要救，我只是先问一下啊，救。好，李雪琴可以把绶带拿下来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目前江湖的线报，在刚刚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人又被变成了小坏蛋儿呢？好，这就去查看。一会儿又是我，不会吧？哦，那就有意思了。肯定不是你，因为他不确定我们会救你，他在中途就完成了。我们这一队湿的好像就只有我哈。我刚才收到飞鸽传书，这一轮没有变成小坏蛋的人，非常安全。这一轮太忙了哈，对，忙不过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事儿太多了。好，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后面的比拼。